Hello， 朋友们，年过完了，今天我们全家人在这里干农活了。奶奶，呀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。Hello。嘿，来，小天，你在干嘛？你在除草啊？来，那边那个是谁？妈妈跟弟弟在那边也是在烧草啊。奶奶也在这里了，一家人在这边除草，准备要到耕种的时间了啊。弟弟也抢着来了。弟弟，你不去你妈妈那边了？弟弟，你要说在除草嘿，要再玩啦？太重了，太重了。妹妹，你也就在这里玩吗？偷懒是不是？呀，我们就在家里面门口这一片地，现在全部都长满草了。弟弟也在那里帮忙了。能干的不干，不能干的抢着干，是吧，弟弟？你会不会干了？会呀、啊，会个屁！爸爸，老妈新买的这竹好重啊！好重啊！是你没有力气才重。我没吃早餐呢。没吃早餐，那你还不去吃早餐？妹妹。两个懒虫了。